今天是爸爸第一次爸爸接你下学，对不对？上小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还记得？哦，爸爸差点忘记说，这是我第一次接你下学，放学，先上去。这是双十一买的松木成胶，现在把它钉上去。这边一个一个，上面再一个，那好像太高。没关系，静静看吧。你来帮我扶着这个，我要先找固定口就好了。这样子就好。滴滴滴的嘞，这里啦，梯子上。啊？梯子上。哪里？接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，哇，18的洞。好，收工。好，收工，就这样。